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今天体验服对12位英雄做出了调整。第一位百里玄策，最近胜率排行榜第一位的小哥啊，猖狂没几天就被砍了一刀，大招的 CD 前期增加了一秒，大招的伤害整体削弱了不少，不过玄策依然强力，只是少了点伤害啊。第二位米莱迪，大招新增效果，大招开启时范围圈内的机器人会增加 100% 的攻速和 30% 的移速，这个效果直到大招结束才会消失，大幅度提高了米莱迪的连贯伤害。他这个大招如果后续没有输出跟进的话，基本等于没伤害啊。有了这个新效果，米莱迪的输出会高一大截。第三位白起，也算是下次更新后的大佬了，一技能以后可以充能储存两个， 0.5 秒可以释放一次，配合着被动挨打后的触发，一瞬间打出3段一技能也是很轻松啊，提高了白起的输出和生存能力，收割反打能力变得极强。第四位苏烈，被动复活后的血量提高了 10% 变成 70%， 触发被动后的物理和法术防御从 25% 降低为固定 50.5 抗和 25.5 魔抗，脆了不少哦。第五位赵云再次获得史诗级加强啊，二技能新增效果，命中小兵或者野怪也可以回复生命值，这个机制有多强大大家应该都明白啊，不管是打野还是打边路都有着非常强悍的续航能力了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赵云的表现吧。第六位杨戬也获得史诗级加强，真的不夸张啊，以后杨戬的一技能第一段击败敌人或者小兵也是可以刷新一技能 CD 的，大大降低了杨戬的上手难度，清野清兵击杀连贯度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啊，并且二技能 CD 降低为固定10秒，看这个样子杨戬要变得抢手了。然后是射手方面，公孙离获得增强，被动印记触发伤害提高了将近1倍，看来公孙离打野又可以继续玩了啊。马可波罗一技能伤害整体提高，不过被动真实伤害依然很弱啊，并不能带来本质的加强，只能说在前期伤害有点高，真实伤害依然有点扎心。李元芳的成长攻速从 2% 提高了 3%， 后羿和狄仁杰的成长攻速从 3% 降低为 2%， 问题相对都不大啊，毕竟射手现在在前期太强了。最后是扁鹊也获得了一次增强，大招新增效果，开启大招除了会引爆印记带来了回血效果，并且会额外回复300加每级100和 0.2 AP 加成的生命值，大家可以期待下次更新后赵云和杨戬白起主宰战场的能力了啊！可以说常玩这三个英雄的玩家这次有福了。那么本次的英雄调整就说到这里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转发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